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也许是自由，也可能是陪伴或者遇见，更多的是想在旅行中看到自己前所未见的景观，与轻轻松松地度过每一天。其实旅行没有意义，在我们这短短的一生中，在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中，做你想做的事儿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这才是最大的意义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奇特的自然景观。希利尔湖，它又称粉红湖泊，位于澳大利亚，因湖水会呈现独特的粉红色而闻名于世。它是一座咸水湖，当湖水的盐性增大时，湖中的嗜盐藻类便会大量繁殖，并产生胡萝卜素，使湖水呈现独特粉红色。但是湖水的颜色并非总是粉红色，而会随着盐度的变化而改变，呈现出从淡绿色到深红色等不同的颜色。喜欢粉色浪漫的情侣们，希利尔湖绝对是蜜月旅行绝佳的目的地。大棱镜温泉，它又称大红彩温泉，是美国最大、世界第三大的温泉，其温度最高可达85度，位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境内。大棱镜温泉的美在于湖面的颜色随季节而改变，春季湖面呈灿烂的橙红色，夏季呈现红色或黄色，到了冬季水体则呈现深绿色，这是由于含矿物质湖水内的藻类和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，体内色素比例会随着季节变换而改变，于是水体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。乌尤尼岩沼，它其实就是天空之镜，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的乌尤尼小镇附近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，盛产岩盐和石膏。天空之镜最美的时刻是每年的雨季，因为照片中唯美震撼的景色现实中不一定能碰到，因为要有水才会有反光，景象才会如梦幻般，但水多了也不见得好看，总之需要的是运气，建议2月底3月初去最合适。棉花堡温泉池，它位于土耳其西南部，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，其色白如棉花，远看就像棉花团，由此得名棉花堡。它其实是由碳酸钙钙化而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。棉花堡温泉池水深不一，常年温度保持在36至38摄氏度，据科学鉴定，泉水富含钙、镁等矿物质，对风湿、皮肤病、消化不良等有神奇疗效。去游玩时建议带一双棉袜防滑，因为景区内不准穿鞋，也建议带一副墨镜，因为池内反光非常厉害。彩虹山，它位于秘鲁的安第斯山脉，距离库斯科130公里，其海拔约5200米，容易产生高原反应。彩虹山的奇特现象是由矿物质和地质环境影响而形成的，红色是氧化铁，黄色则可能是硫化铁，其他色彩就不知道了。这些色彩层层堆叠，就创造出这彩虹般的奇特景象。